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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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手边都有一张小经，没想到如果我讲的不好，大家听过了就算了，但如果讲的好，听过了之后忘记了怎么办？如果有个讲法可以事后复习，因此我就准备了这个讲稿。那这个讲稿呢，有时候是很基础性的。我们的出家中来讲，这个内容对他呢不增加也不减少，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基本的耳熟能详的。那如果是对一般的莲友的话呢，这张讲稿细细的看，细细的思维，对自己应该有所受用。本来是针对着我们姓李的莲友，那么我们中国法师慈悲认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精神要讲的话呢，不如让普遍的都能够听得到，所以就安排这个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标题叫做二种成佛法，就是两种成佛的方法，两条成佛的道路。那么是哪两条呢？请大家看讲义。佛教的基本教义从解脱轮回为出发点，而以成佛为终极目标，有解脱道和菩萨道两大教法。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就是把佛教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佛教？佛教的出发点，佛教的终极目标，佛教是在讲什么，下了一个定义。如果我们随佛合乎这个定义，我们就是真正的随佛者。如果随佛可是呢没有依照这个定义，那很难说是一个随佛者。现在佛法在台湾是很普遍很兴盛，在大陆呢也逐渐兴旺，可是呢如果没有合乎这样的内容，在怎么样的佛教繁荣也是表面的。所以佛教它最根本的就是在解脱轮回，也就是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意思。佛教就是因为看到众生有生死轮回之苦，所以佛陀才会讲经说法。如果没有生死轮回之苦，那佛陀就不用讲这样的佛法。所以解脱轮回生死之苦在佛教来讲是根本的，是基本的。佛陀之所以出家，也是有感知到有生死轮回之苦，必须要解脱，必须要假借这一辈子来解决，所以佛陀才会出家的。佛陀出家之后成道了，他成佛了，他就想尽办法把他宫廷里面的兄弟想尽办法种种方便善巧
引导来出家，甚至把他的儿子罗侯罗呢，也从他的以前的皇妃维斯陀罗的怀抱中，把他呢也引导来出家。可见出家解脱生死轮回是佛陀的本怀，也显示着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标。固然学佛学佛可以净化，所谓净化人心，也可以和谐社会，也可以美满家庭，甚至呢所谓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向佛祈求，也能够所谓现圣消灾免难征服征道。但这是附带的，这不是终极的目标，不是佛教的目的。佛教的目的就是在解决生死轮回之苦。生死轮回之苦是宇宙人生的一个现象，只要是存在的，它都只不过是一时因缘和合的，它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那么这个一时因缘的和合，如果没有解脱的话，还会有下一辈子的因缘和合，那么就导致无穷尽的轮转。那轮转的本身就是苦。为什么？因为人不可能永远生生世世都当然，或生生世世都升天。六道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这个地狱道，在轮回的当中往往都是堕落三恶道的多，能够升天的非常的少，生而为人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世上就行为来讲，就是分为善跟恶，善就是升天堂不再度为人，恶呢就是堕地狱、恶鬼、畜生这三种恶道。那么我们来检讨衡量我们一生当中到底是善多还是恶多。如果善跟恶把它分判的话呢，就是有四句，就是善多恶少，恶多善少，或善恶俱多，或善恶俱少。但没有纯善无恶的，纯善无恶只有阿罗汉。那么纯恶无善的比例也比较少，但一般呢都是恶多善少。我们不讲其他的，我们看看我们三餐这个餐桌上所摆的是什么。如果餐桌上还是摆着肉类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在造恶，因为不是直接杀就是间接杀。那可说为了养活自己的身体，为了这个身体的生存，人类呢都在杀生，都在以别人的，不是以其他的这个生命来养活自己的生命。所以生存的本身就是在造业，除非是说啊一出生就吃素，但即使吃素了，不造杀生之业呀，可是其他的这个业，这个偷盗之业、邪淫之业，以及口业，也是无量无边的。因此，人生检讨善跟恶来讲，是恶多善少。那这样的话，往往都是三恶道的多，所以善导大师说，要我们
觉醒自己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旷劫以来没有处理这个沉默常流转，未来呢也没有处理之缘，就在于我们是一个造业之身，即使生而为人遇到佛法，但是也没有力量来跨越我们这个业力，没办法维持这一辈子的清净造业。可是佛教的目的，了解到这个造业及轮回之苦必须要解决，因此呢讲出了解决的这个方法。那么下面就有佛有解脱道跟菩萨道两大教法。那么由于谈到这个菩萨道，就谈到这个成佛，也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因为无明还有业障，导致这个佛性不能显现而难得成佛，那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所以在这个最低的限度进取的目标，就先解脱个人的生死轮回之苦，然后进一步呢在这个成佛。接下来解脱道是小圣的法门，小圣一般比喻就是一台车自己撑起，没办法再让其他的人坐，这叫小圣。他们是依据四圣谛十二缘起为核心的。四圣谛大家都知道是苦集灭道，这个苦呢就是有所谓的三苦四苦八苦，那最根本的就是前面所讲的六道轮回之苦。佛陀一开始说法就先说这个人生轮回之苦，那说人生轮回之苦不是要我们过着苦的日子或悲苦悲观的这个生活，不是，是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现实现实说清楚讲明白，让我们呢了解而直接面对它，才能够解决它。如果有这个事实但不知道或者是不敢面对逃避它的话，一旦面临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在还没有面临的时候呢，就预先知道预先解决。所以佛陀他最初说法才说苦集灭道，苦摆在最前面。那么佛陀也有说出为什么会苦呢，就是集着急而来的。什么着急而来的呢，就是贪嗔痴最根本的就是无明，因为无明而有贪嗔痴，才有这个六道轮回之苦。那么要免除六道轮回之苦，达到清凉之地，也就是涅槃，这个叫做灭苦灭恼，就转为乐了。当然这个乐不是世间上苦乐相对的乐，是离苦离乐，没有苦也没有所谓乐的那一种境界，那个就是永恒的永恒的而且自在的清凉的，这叫做这个灭。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涅槃。那么要离苦得到涅槃之乐，必须要有方法，方法就是道啊。所以说苦集灭道。那么这里所谓的道往往是指这个小圣的来讲，那如果就大圣来讲的话呢，这个道就是净土之道。善导大师说念佛就是涅槃门，那么极乐世界呢，极乐是无为涅槃界，那么循着念佛的涅槃之道，就能够进入极乐世界的无为的涅槃的这个境界。这是从净土的
角度来讲。那么小圣的话呢，他是不谈十方净土的，也不谈弥陀救度的。接下来十二缘起啊，十二缘起就是十二种生死流转的因果跟过程，也就是所谓无明缘醒，醒缘识，识缘六入，六入缘灵色，然后呢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十二种过程。那么分为三四两种二重因果，也就是说无明跟醒是我们的过去世所造到，那么是灵色六入是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个果报。那果当中我们还会造因，比如说触受爱取有是这一辈子的因，有了这个因又导致下一辈子的这个生以及老死无穷尽的这个轮回。所以佛陀呢以十二因缘把我们生生世世轮转的因跟果以及它的这个过程简要的说明。那当然这个最根本的就是无明，过去是无明，还有这一辈子的爱。那无明跟爱其实是一体的，有无明才会有贪爱。那么贪爱的道的话本身是造业，贪爱不道的话起嗔恨心也更是造业。所以爱本身呢是造业，同这个爱跟嗔是一体两面的。接下来以遵守五戒的戒，五戒啊，进一步呢，譬如说三明戒、比丘尼戒这一些戒，还要修十善，十善就是五戒的扩展。啊，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啊不妄语、不饮酒。那么扩展到十善的话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言，不良舌，不绮语，不恶口，然后呢，不贪，不嗔，不贪心，不嗔恨，不愚痴，要修这十善，十善业。同时呢，进一步修四无量心，也就是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同时要有禅定的功夫。就是以禅观、禅定，然后观照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不管哪一界，本身都是苦，都是苦。为什么呢？即使升到色界天，贪嗔痴降伏的，乃至无色界天不起心动念的，可是还在六道轮回当中，他寿命已尽的时候。还会再堕落，所以它本身本质就是苦空，也就是它再怎么样的拥有，其实到最后都会有生灭，都会空，因为它本身是无常的，是不安稳的，所以最后它不可能拥有一切的。我说拥有儿女，拥有太太，拥有丈夫，拥有财富，拥有权力地位，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存在的都是一时的因缘和合。那么这个因缘时间过了它就改变了，所以我们这个那种超见疑鬼啊，就有一句话说，引用一句话说，今也空，明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那么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无量寿经就说得很清楚，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彼不可乐者，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所以做丈夫的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太太，永远都是我的太太，这永远都是我的丈夫，永远都是我的儿女。不是的，是这一辈子短短几十年的姻缘和合，他来当我的丈夫太太，他来当我的儿女。可是虽然夫妻啊同床而眠，那么父子母女相亲相近，但其实心里是孤独的，孤独的。人的内心很难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很难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倾心的这个吐露。所以即使现在的相亲相近也是孤独的，何况无常。所以无常就是随时都有可能死掉，那一旦死的话就各自一条路了，所谓黄泉路上不相逢。为什么呢？这一辈子是这个姻缘相聚，可是离开了这一辈子之后呢，每一个人又各随着他的姻缘，那姻缘是很复杂的，这个姻缘是包括旷劫以来生生世世的姻缘，以及这一辈子各自所造的不同的姻缘。所以这样人生到最后不是空吗？所以说我能拥有啊我的儿女，我的财富，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要进入这个禅定观照这一种道理，那么这一种道理我们在这里这样的讲，这样的听，好像都知道要啊，能够理解，其实不然，这个是观念性的，观念性的，不能成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生命，不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就是说，凡是我们这一辈子经过学习的，不管是听课的或看书的，所理解的，这个都是一第六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说，桌面上的学问，它是纸上谈兵，它如果面对生死的时候，就一点点都没有力量。所以一个人，他说很有修行，很有道德，很有人格，很有学问，甚至深入经藏，这一些都不管用。到死的时候，到死的时候，这一些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这个都是第六意识的，都是成为，只不过是成为我们头脑的东西而已。而我们真正生命之流是什么呢？是这个莫那士跟阿赖耶士。阿赖耶士就是仓库呢，含藏着我们生生世世无穷尽的业力在里面。那我们这一辈子的第六意识跟旷劫生生世世的业力怎么能够相比呢？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所学的懂得再多，遇到临终阿赖耶识里面参悟所有的业力显现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挡不住的，那不可能。此非有另一个力量，那另一个力量当然就是阿弥陀佛的力量。不过呢，他是小圣的法门，他不是靠阿弥陀佛，他无他力可靠。无他力可靠必须是自己自力救济，那自力救济你必须达到那个境界，跨越这个关卡，所以他必须进入禅定去观想，才能成为他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不然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很飘。第六意识现在只要看几本佛书，听几堂佛学讲座，根据比较锐利的人他就懂了，那么能演善辩的人他也能够讲，一上台就可以滔滔不绝，文笔好的可以一本书又一本书的写，甚至呢一辈子写了365本书著作等身，可是面对生死的时候就一点都没有力量。所以你们看看，有一些很多这个作家学佛者，他讲禅讲佛法，就讲得
婆罗是道道，可是论他的行仪以及他内心贪嗔痴有减少吗？一点都没有减少，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是他的第六意识啊。他阿赖也是他的这个莫那式坚强的执着力，是一点都没有降服到。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不去羡慕人家，哎呀，对方是佛学大家，是大修行者，就不会羡慕了。我们就会老老实实的一句一句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会这样。所以网上人说，如果是圣道人嘛，那就集智慧，了生死；那如果是净土人嘛，那就要还愚痴生起乐。净土人的话，不管你有再大的智慧、再大的学问、再大的修行，都要暂时搁到一边，然后呢，完全的、老实的靠阿弥陀佛，把自己当作什么都不懂。所以大家如果看看那个往生的这个事迹，往生最自在的，最自在的临终最有好现象的，往往都是一些老老实实的念佛的人。比例上来讲，还不是常常在台面上滔滔不绝的人。所以其实我很羡慕大家，因为我们现这个出家相，就不得不常常上台。那为了上台，就必须怎么样呢？这一本书翻过，翻到那一本书，就要寻文摘句。那脑筋都是在一些文句上转动，所以还不如大家啊，一句一句的佛号。他呢，这个要持种种的戒，还要修这个十善业，还要培养四无量心，最重要的要有禅观禅定的功夫，观照的能力。那做一些做这一些修行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断除对三界的所有执着。在道绰大师安乐经里面就说，若论小圣修入见地修道，乃至那含罗汉，断五下除五上，不论道俗，未有其分。那么这里所讲的断除对三界的所有执着，就是要断五下除五上，要断除五种对欲界的执着，更要断除对五种对色界无色界的执着，这样呢才能彻底的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才能证悟无漏的四果阿罗汉。这个四十亿解脱到四十亿小圣的，那么从结论来想，它属于难行道。接下来菩萨道是大圣的法门，所谓大圣的法门现在是容易体会的，就大巴士或者是大飞机或是大轮船，以成果度众生为目的。大圣的法门它的目的在成果，在广度众生。那相对小圣的法门是自己解脱了，成阿罗汉了，自己就了脱了，他也没有发菩提心，然后呢倒驾慈航来示现来救度众生，他是没有的。那么大圣的法门的话呢，他一定要有这样发菩提心，菩萨大才能成为大圣的法门。那么大圣法门可大归类为两种：一圣道自力难行的法门，
也就是圣道呢，是自立的，是难请的，有这三种定义。那么它的内涵呢，是以六度四摄为主啊。所谓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还有禅定跟智慧。那么四摄呢，就是这个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这些都是名相。内涵的话呢，大家可以查网络。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时间累积福德跟智慧啊，来利益众生，最后而证得无上的佛果，这是圣道。二，净土贪利益行的话呢，也就是三个定义。净土门贪利的意行道，以专一称念弥陀佛名。这个净土门，这个贪利，这个意行，是只要专一的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必定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那就在这一辈子呢，就能够解脱生死六道的生死轮回之苦。而在弥陀净土成佛之后，倒驾慈航广度众生，这个是净土门大圣之中的净土法门啊。那我们莲友也会觉得念佛是好，往生极乐世界是好，但呢，如果说还要倒驾慈航啊，实在很累，会不会？会。这个呢是不会的，因为到那里这个心量就扩展了，自然就扩展了，而且自然呢会倒驾慈航。对于说法度众生来讲，对他来讲是一种自在的，如同游戏一样。在他们大师老评论之的最后，他就用两种譬喻，譬喻说从极乐世界倒驾慈航来，就好像观光游览，观光游览轻不轻松啊？轻松赏金鞭的嘛，哈。然后呢，又说如狮子搏鹿，好像这个狮子在抓一只鹿子鹿，那你说轻不轻易？就很轻易啊。如果狮子要跟老虎斗，那就很费力；那要抓一只鹿，抓一只兔子，那就轻而易举。所以我们对于求生净土的话呢，是人人都可以求生净土的，不怕说哎呀，我只要呢能够逃避这个火灾，到那里清凉清凉就可以的，倒不用怕，不用这样怕。还有说求生净土，我们求阿弥陀来救助我们，对不对？我们发愿恳切啊，愿生弥陀净土，对不对？其实不对的，求生净土是阿弥陀佛求我们来往生他的净土的，是阿弥陀求我们的。你说是父母求儿女回来，还是儿女求父母让他回来，所以把他颠倒。那么我们就发愿往生弥陀净土，对不对？那么这个愿是愿意的愿，阿弥陀佛十劫以来苦口婆心的呼唤我们，悲切的要接引我们，你们十劫以来都从来没有同意，没有愿意，没有答应，对不对？对。那一直到现在，我们同意不同意弥陀的救度？同意。愿不愿意？愿意。所以这个愿就有自立的愿，还有贪的愿。自立的愿能不能成就还不晓得，是未来事；贪立的愿是现在。你肚子饿了好几天，现在人家烧了香喷喷的馒头，愿意不愿意接受？愿意。嗯，接下来解脱道与菩萨道同样是以解脱为目标，区别在于前者是个人解脱，后者是带领众生共同解脱。小圣当然是个人解脱啦，那个人解脱谈得容易，那么大圣呢，菩萨道呢，就是带领大家解脱。但是带领大家解脱
更不容易，因为自己没有解脱，怎么能够带领大家解脱？自己在苦海中浮沉，怎么能够救度苦海的众生呢？接下来，解脱道要发出离心，菩萨道要发菩提心。出离心是菩萨提心的基础，菩提心是菩萨行的基础。出离心、菩提心、菩萨行又是成果的基础，每一个环节都是成者必进道。所以，不论出家众还是在家众，如果没有发出离心，不想解脱，就谈不上修行，算不上真正的学佛人。这又是一个定义啊。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就不算一个学佛人，看他有没有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他也不是一个学佛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佛教是大圣，大圣呢要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就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目的就是要下化众生。所以菩提心的定义是舍己为人，以人为念，牺牲自己奉献自己来利益对方，心心念念都想对方，把对方把众生摆在第一位，把自己摆在第二位，就是菩提心。那想看看大圣法人每一宗都要这样的发心，那我们大圣的学佛者到底这样的发心有几个？心心念念都以别人为念，别人摆在第一位，自己永远摆在第二位，牺牲奉献自己成就对方，有谁是有这样的发心？那没有这样的发心就没有大圣，就不是大圣。那又没有出离心，那也不是小圣，那什么通通都没有。接下来，菩萨道在成佛，成佛方法如前所说有二种：一、三大阿僧祇解成佛法及圣道自力难行的法门；二、一生成佛法及净土方一行的法门。那么这两个呢？首先，一修大三大阿僧祇解成佛法，也就是圣道自力难行的法门。佛经上说，众生从最初发心随佛，到最终成佛。要攀登实信、实住、实醒、实回向、实地等回妙觉，共计菩萨52个阶位。这52个阶位在很多经典里面都有谈到，《菩萨璎珞经》《人王经》其他经典都有谈到，要经过这样的过程。这过程中需要经历种种修法，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总耗时累计长达三大阿僧祇劫，劫有三种：小劫、中劫、大劫。一小劫为16,798,000年，20小劫为一中劫，也就是33,596,000年。4个中劫就是一个大劫，也就是13,4,384,000年。那么一大阿僧祇劫是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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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就是实信、实住、实显、实回向，第二生起解修七层，初地到七地，第三生起解修五层，八地到十地等觉妙觉。各位，把三大生起解修这七种过程，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就五种的，还有等觉到妙觉，总共七类，要经过这样的时间，这是就时间来讲的。应知这菩萨十二个阶位是以修行者止境不退为前提，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业障会现前，也会遭遇魔境，或者中途退堕阿罗汉，或堕入七地成空难。因此龙树菩萨感慨说，至阿惟越至地者，显诸难显，久乃可得，或堕生闻辟支佛地，
作恶者是道衰坏，行道甚长。如佛佛如是说，发愿求佛道，众一举三千大千世界。龙树菩萨在这里呢，就把这个南行道下的三个定义，也就是说，知阿惟越之地，阿惟就是不退转，不退转在这里是指这个初地，地，初地，第二二生起解。他说呢，要行诸难行，诸难行就八万四千法门，六诸万行，同时他很困难，所以诸又难，诸行难行，久难可得，也就是指三大二生起解啊。或堕生我，譬如佛地，在前面有讲，我们业障会现前，也会遭遇魔境，那么恐怕也会堕落阿罗汉。若尔者是大衰坏，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大衰坏。大衰坏就是破败的意思，好像一个杯子，它下面有漏洞，你再怎么装水，水都装不满的。行大圣者，大圣法门来讲，我不是说万求老众举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的双手啊举三千大千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这是一种比喻，表示它呢非常非常非常困难，不是我们力之所能及的。这是龙树菩萨对圣道法门说三大圣起解成佛法的这个定义啊。以断见破而言，大力盘经说须陀洹，也就是出果所断烦恼，也就是说出果要断的烦恼也就是见破了啊。众广犹如四十里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见破对我们来讲就是四十里水那么长那么广，那么我们要断的话呢，就是以我们的力量来堵住这四十里水，那我们堵得住吗？不可能啊！稍微土石流的话，我们就被飘走了；在一个大浪，我们也会被刮走的。何况有能力能够堵住这四十里流的水呢？当然，四十里流是一种譬喻，那譬喻是表示说非常的困难，我们难以做得到的。断见惑自然尚且如此，何况更断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四十二章经说为道者，如一人一万人战，也就是说修行人好像一个人跟一万个人打仗。我们一个人跟一个人打仗未必能够赢，何况跟一万个人啊。但这是一种譬喻，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第六意识所随喜的所修的没办法挡住我们生生世世以来的业力，我们生生世世以来的业力就譬如一万个人，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一个人，那根本就不可能打赢的。这里有引用一两件事迹，律宗祖师弘一大师持戒经典，但看了比丘戒后还是自认重大。他说就我自己而论，对菩萨戒是有名无实，沙弥戒及比丘戒决定啊，没有圆满得到也做不来，基于无戒而言亦不敢说完全，只可谓为出家过分多菩萨而已，这是实话。这是弘一大师的谦虚吗？不是，是他老实的内心吐露的真实之言。他说菩萨戒不用谈，那么沙弥戒也好比丘戒也好他也做不到，完全没有得到。好了，退到五戒杀到五观，他说他五戒也不完全圆满，只能说是多奉优婆塞，优婆塞居士。那多奉呢，五戒来讲有满分有多分有少分，满分就是五戒都清净，就是满分优婆塞。那如果是持四戒，那就是多分；持两戒一戒，那就是少分。那么弘一大师如此检讨之后呢，觉得他顶多是多分的优婆塞，
不过呢，是多份的这个五戒的这个比丘啊，因为他有出家。再来，莲宗九祖弘一大师三读律藏，也由比丘戒退守至淡山归。啊，弘一大师是何等人物？他通读各宗的经论，所谓深入佛法智慧如海的人，所以他解释弥陀要解是天台啦、华严啊、禅啊，引用那一些教理来解释的。他三次深入这个律藏，才晓得他比丘戒不圆满，也没有得到。最后呢，又检讨五戒清不清净，也不清净，只能作为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出家的。戒是佛法道小乘修行的基础，此基础祖师级的人物自叹不如何谈一般人，更何况顿根之辈，戒也不能向上一定理会，更谈不上这个戒。即使通通圆满了，也还不是解脱，因为它像高楼大厦先打下基础，向上还要一层一层盖上去，那连基础都不能都没有，那其他就变谈了。在禅宗而言，虚云老和尚是近代禅宗代表人物。1947年春，朱景宗居士问：“哎呀，老和尚啊，你的座下修持有心得的人有几个人呢？”啊，徐老感叹地说：“现在连找一个看门人竟不可得，啊，晃眼其他。”看门的就是守门的，那守门的人他是关门开门守住，他还不是主人，还不是主导者，也就是说他既不是禅师，也不是里面的可以当家做主的或掌管某一种职事的，什么都不是。那连这样的看门人都没有的，何况真正随禅的人，对禅有心得的人，更何况能够教禅的人。同时以禅宗来讲，大彻大悟还没有解脱，所谓明心见性，重新起修，他还必须要进一步修行，以他大彻大悟所悟到的作为他平常为人处事起心动念的存心。所以往往即使大彻大悟了，但贪嗔痴还没有断，业力强盛，还是又到轮回。再来，若依这圣道之力难行的话，则如古人所说，修道者多如牛马，得道者少如蝇角，确实是如此。我们中国大陆现在有多少的人口？13-14亿啊！那到底一亿个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是解脱的？恐怕很难。那么佛教这么多的法门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能够轻轻松松、安安稳稳一生就能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在临走之前，有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凡夫另外开一条路，留下什么简单的成佛秘籍吗？有没有？有。这秘籍是什么？标准答案，答案是肯定的，是有的。这个就谈到第二，修一生成佛法，也就是净土净土他利一行的法门。八宗之主的龙树菩萨说，佛法中有无量的法门教人成佛，但是总体来说啊，只有两大类，就归纳为两大类：难行道和易行道。
龙师菩萨打了一个比喻说，入道不险则苦，水到成船则乐，用入道步道来譬喻难行道跟易行道。古代常用的交通方式，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是包含骑马啦，或者是坐牛车啦，因为呢路面上有平不平，道路呢有宽有狭，有高有低，逢山要开路，逢水要搭桥的。那么二是水路，那水路就单纯的就是坐船在水面上行走，它水就是水，水路就是水路，也没有所谓宽狭高低平不平啊，还要逢山开路什么它都不用。前者艰辛缓慢凶险，像李白说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到底没有歧路，是一条平坦的而且呢直通目标的这个大道，有没有呢？找来找去没有。所以说行路难多歧路，都是歧路，不晓得正确的道路跟目标。那么后者呢，轻松快速安全，如履白丝，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返，两岸猿声啼不住，扶舟已过万重山。朝辞白帝，白帝就是四川奉节县的白帝山。那么江陵就是湖北省江陵县，从白帝城到江陵县它相距是1200里。那么1200里从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够到吗？不过它是譬喻，譬喻快速又轻松，让人家好像心情奔放轻松嘛，一路看风景。龙树菩萨说净土王就这样的易行道，净土王之外的法门都能属于难行道。所谓难行，难在自己要背负所有重担，重担就是我们旷劫以来的种种业障，譬如说杀生的业、偷盗的业、邪淫的业、妄言驱两舌恶口的业，这业障通通由自己承担，然后由自己去偿还，靠一己之力应对各种的路况，所以艰辛缓慢凶险，这是譬喻。难行道从头到尾靠的是凡夫自己的力量，忍着贪嗔痴的集合体，尤其末法时代的众生造业凶猛，修行无力，所以修难行道那制定是死了一条继续轮回。所谓易行道，所谓易行，易在把自身及所背负的重量放在船上，借物力平他力，所以轻松高效安稳，这也是譬喻。也就是说净土法门就这一句弥陀名号，这一句弥陀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船，这一次大愿船绝对能够使我们从轮回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那么我们既然是念专念弥陀名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旷世以来的种种业当然是靠名号的功德来消除的，所以呢等同把我们所背负的这个业力假借这个物力，物力就是阿弥陀本愿船，也就是他力，那放在本愿船上，那我们就轻松，而且这一条本愿船是很快的，所以说高速而且很安稳的，不会遭遇魔障的，同时也不会退落小圣的。净土法门从头到尾靠的都是阿弥陀的力量，佛以其大慈大悲大愿大力保证每一个念佛众生当中就能往生，往生必然成佛。